阿弥陀佛，大家吉祥。我们一起深入老法师在2017年香港冬至祭祖的开示，现代同盟养正教育的落实。那我们可以感受到真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万法因缘生呢？缘是条件，条件呢，也要具足这个人才才能够培养出来。所以古代的环境一个家族他要千里寻师老师是一个很重要的缘分真上缘还加上你整个家族的长辈要配合。孩子的父母，孩子的长辈，所以教育是合力大家要见和同解，这个力量才能产生相合，而不是互相。撤走了之前还跟大家提过，父母价值观不同，教育观念不同，这小孩夹在中间呢，就很辛苦了，变成两面人了，再有其他的长辈比较强势。那就变成多面人了。所以我们为人父母、老师在教育方面呢，真的还是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因为我们对小孩的影响，算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在他心目当中地位很高小孩信任我们，信任是尊贵的，是值得珍惜的缘分。而当这个信任受到很大的冲击往往对一个人呢，会造成内心的严重创伤。大家想一想，一个小孩对父母产生不信任，那这个父母要生气吗？要反省不应该是生气因为父母是他生命中最信任的人，他要从最信任到不信任，那内心是有很多挣扎的大孝终身慕父母。
他那个天性能够终身保持，这是很幸福的人。但是当他产生这个挣扎的时候啊，那是很痛苦的事情。那是外在任何的快乐都没有办法治愈他，没有办法比较的。好，在孟子当中有提到啊，舜王有天下了啊，他有两个很贤惠的太太了，他不以为乐啊，天下是他的，他不以为乐。哎，后来啊，他的父亲后母啊，被他感动了，接纳他了，啊，他内心很快乐啊。所以看起来我们现在物质极大丰富啊，哎，内心真正快乐的人有多少？所以老祖宗把父子有亲啊放在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啊，重视孝道的教学啊，夫孝德之本也啊，教之所由身也啊。我们当父母、当老师、当领导啊，这些角色都是很尊贵的。尊贵的角色啊，也要伴随着尊贵的行为出来啊。以前祭祖啊，在祠堂啊，那立了一个牌位，大部分都会立这个牌位：天地君亲师。啊，这五个身份呢，对每一个生命都是极重要的。天地养育万物啊，我们也是万物之一啊。啊，君啊，一国之君呢，啊，那再缩小进来，一个家族，他能够安定，哎，他这个家族的啊，领导者啊，以前几百人住在一起，一定有一个族长啊。这影响了一个国啊，或者一个大家族的安定啊。啊，亲父母生育我们，养育我们。啊，还有老师啊，若无世间师长，不知礼义。啊，若无出世师长，不解佛法。啊，老师养我们的慧命，人生没有智慧啊，就同于异类了。哎，我们冷静想想，哎，现在教育的普及那么高，都达到90%几了。这只是个表面的数字而已。它是知识技能传授给他，但是道德伦理他不一定了解。所以现在面上的东西啊很光彩，实际上呢，我们得看得更深了。啊，重实质，不能重在表象当中。
啊，以前不识字的人很多，但是都懂得孝顺父母啊。啊，我们不能自欺欺人了、啊。这个时代，功利的时代，好看的外表太多了。这个社会的氛围啊，不能影响我们，不然我们就随波逐流了。尤其修身修行啊，一定要放下面子，要放下自欺的话呢，那就要很真实面对自己啊，面对我们所扮演的角色，面对我们所遇到的现况，不然呢，在这个社会风气之下都活的，啊，人前呢，要装的哇很好。啊，很幸福，很快乐，啊，事实上在家庭里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了，嗯，那刚刚我们提到，啊，君亲师是很尊贵的，啊，不是因为身份而尊贵啊，因为他的行为。啊，因为他的贡献而尊贵啊，因为身份尊贵，那会变成一种要求啊。哎，我是领导，你要听我的啊；我是老师，你都要听我的，那变成一种要求了。那我们自己在身份当中堕落下去了。我们在身份当中增长了控制要求，所以《弟子规》说：“待婢仆身贵端。”他的身份尊贵啊，虽贵端，慈而宽。不是因为他身份而尊贵，因为他的行为尊贵啊。啊，他处在主人的位置，领导的位置，他很慈悲啊，宽容啊。啊，是福人心不染。当领导当到很多人怨呢，那是在福报当中啊，造三恶道的业了。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探讨过，享福没有不堕落的，很难不堕落。三善道是消福报。哇，这个话老和尚点出来，我们真听懂了。我们真的在福报当中啊，不想啊，一想啊，脑子就昏了。所以佛灭度以前啊，交代弟子要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人一享受福报啊，欲令自迷，就不是很理智了啊，会觉得理所当然了。所以孔子在《论语》里面也提到，视至于道，而此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义也。啊，一个读书人至于大学之道，啊，在明明德，在清明，在止于至善。
他每一天他的念头他的言行都是为了明明德，是成就自己自爱呀，都是为了清明啊，利益他人，爱人。他每天的价值观是这样的。那假如一个读书人说他要向大学之道，但是呢，他对饮食啊很讲究，很挑剔，这个我不吃，那个我不吃，这衣服啊也要很讲究名牌的，当然衣服也不是说要买很差的，保暖、遮体，这个是它实质的价值，重要的功能。把衣服都搞到呢，要去攀比了，要花很多钱的，二一二十了，那不用跟他谈大学之道了，他这个心念已经跟明明德清明了相违背了。所以古人留了一句安贫乐道啊，还是很有道理的啊。那个安贫不是说我自己要搞得很穷不是的啊，那个安贫是呢，自己有福报，但是不会去享受，他自己会安在比较低的一种生活的需求上，因为他的念头里都是在明明德清明上啊，他就不会动很多啊，我要买这个买那个。我要吃那个，我要用那个。所以《论语》这一些话，其实我们往内心深处一看，孔子这些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那领导者他是慈而宽所以君仁臣忠在君的德行当中挑一个字仁，仁慈领导者是代天的，代表上天的照顾大家的，叫天子所以这些称谓也都有它的意义表法。身为天子没有带上天好好照顾百姓，这是有罪过的，就在自己的福报当中就堕到三恶道的野去了。那为人老师，这个在古代很尊贵的我记得听到一个同事他回忆小时候除夕夜他的奶奶煮了水饺这个在北方人来讲重要节庆都是吃水饺的因为水饺长得很喜气就是像元宝一样所以叫金元宝来捞起来第一盘水饺在那个年代吃水饺
啊，不是特殊日子吃不到的。所以端给孙子，不能偷吃啊。哎，恭恭敬敬端到祖先的啊牌位前面去供着。啊，那小朋友很听话啊，赶紧端过去放着。啊，赶紧又跑来啊，因为太香了，又跑过来。哎，第二盘拿起来了，交代他拿去给教书先生供养，教书先生。哦，哎，小朋友恭恭敬敬，赶快端到附近教书先生家。哎，大家不要看这一个动作呢。你说这个老奶奶不识字呢，但是她是文化人。哎，你看她的心中，第一，祖先，祖宗虽远了，祭祀不可不成了。你说现在大学毕业，谁在祭祖？博士毕业，谁在祭祖？这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精神呢，叫知恩报恩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所以我们要感恩祖先呢，不能忘了这个恩德。啊，这个老奶奶她懂啊，这个是孝，孝祖先其实就是传递孝道了。啊，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念恩的人一定很厚道的。他这个念恩心内化了，他跟人相处啊，会念着别人的恩啊，念着别人恩呢、啊，人跟人相处就越交，感情越深厚了啊。现在不念恩，哎，人家有点得罪，就一直放在心上了，哎，还把它扩大了。那人就苛刻了。好，所以这个古人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很深呢、啊，很远呢、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啊，那他第二盘水饺教的是师道啊，尊重老师。啊、哦，不知道大家的记忆当中，啊，我们都是中年以上的多了啊，啊，你七八岁啊，小时候刚好酒宴啊，人家啊婚礼了，啊，证婚人是谁？那个主桌里面呢，啊，这个最重要的那个位置坐的是谁？这都代表一个社会的风气啊。哦，那在古代啊，那个坐最尊贵那个位置就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为什么？这个邻里之间有的摩擦了，我们去找教书先生评评理啊，那读书人知书达理，我们去找他评评理、哦、哎，他一说了、人家心里服了、哦、
哎，现在呢，最重要那个位置谁坐？啊，谁赚的钱最多？啊，就请谁讲话。你看，以前教书先生安贫乐道啊，没什么钱的、啊，但是地位很高啊。那当然，我们听到这里了，那我们不能下一个念头，对呀、啊、对呀、啊，要尊重我们当老师的才对啊。哦，那我们在听这一段又产生要求了。哦，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啊，啊，你们也什么都没听。哦，我们在任何境缘呢、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很重要啊。这个诸子之家格言啊提到了，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啊。啊，去平心暗想啊，有口角有摩擦了，都要先回过头来，我们反思一下有没有我的问题。好，而且啊，别人的尊重啊，绝对不是要来。什么事情呢都要自然，要求就不自然啊。我们常常读《无量寿经》，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啊。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殊胜庄严啊？那是阿弥陀佛真心的大愿大行所成就的嘛，所以他这么殊胜的。所以一个人，哎，他赢得亲戚朋友的尊重，那一定是他真诚待人，处处把别人放在心上，很关心的，他才会赢得这样的一个尊重啊，都不是要求来的。要求本身就是一个妄念，一个贪求。所以佛门这一句，依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我们的心，依报是我们所处的境缘。这个社会现在对老师不够尊重，那我们要更期许自己正心师道。怎么正心？从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来正心了。不然我们不从这里去反思，去下功夫，变成去要求学生，要求家长，我们自己的德行也没有提升，这个要求有可能适得其反。所以之前有发一个资料啊，春学旧语啊，给大家做参考。感觉呢，这一篇教诲啊，特别重要。我看大家的表情好像不是很有印象啊。不好意思啊，发太多资料给你们啊，你们已经教学任务很重了啊，
好，你们有空参考。好，那感觉里面有很多观念呢，啊，会扭转我们一些心态，啊，或者错误的观念，啊，比方说失仪自重这一个单元。它里面提到了，《礼记》有云呢：“失言然后道尊。”他首先谈这个言呢，非严厉之言，不能一文解义啊，三世佛很冤枉啊，不是说老是严厉哦，是端严之言。端正自己啊，所以是自重之谓也。哎，这个跟《论语》很相应啊。君子不重，则不威啊。威严从哪里来的？不是很凶啊，是道德之威，自然流露出来。让人家望之俨然，极致也温，听其言也利呀。好，那这个自重啊，假如我们认为是啊，不嫖不赌，啊，不滥酒，不吸洋烟。这个也是要做到的，但是这个是浅，比较浅的。这个自重应该是言指事物之功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哎，是要在这里下功夫的啊！便是儒门戒规啊，儒家这是孔子指导颜回夫子怎么行人。哎，行人我们一般的感觉呀，仁者爱人呢、啊。可是他根本的功夫，先从自爱开始。因为我们事物做不到，我们不能自爱了，我们就会习气做主啊。习气做主，我们每天面对孩子，面对学生，我们很难不给他们不好的影响。所以欲爱人者，先自爱啊。所以我辈既读儒书啊，即以受孔子戒。读儒书的要遵守孔子的教戒的。况身为人师。自当以身作则。臣子云。圣贤言语，这段也很重要啊。圣贤人的教诲，需句句拉上身来，就对照我们自己了，方为自重啊。所以自重自爱啊，是不愿意自己啊违背了经教。其实再讲深一点，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德啊，
啊，经教是佛的言语啊，啊，禅是佛的心，戒律是佛的行为，其实是三而一啊。言语从哪里来？从心流出来的。所以圣贤佛菩萨教诲都是让我们随顺我们自己的性德、哦、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孔子啊，他们不会有控制的念头、哦、他们不愿意拉着我们的鼻子走的，他是帮我们恢复自己本有的自性。哎，我们这么认知清楚了，你看到经教才不会产生一个哎呀又要要求我了。哎，我们成长过程也还有那种不服管的。哦，一有这个好像要人家要管了，首先第一个念头不舒服了。哎，孟子讲言非礼义谓之自暴，无身不能居人犹义谓之自弃。那我们不能随顺我们本有的仁义礼智信，就是自暴自弃、哦、大家现在一想到自暴自弃想到什么、哦、酗酒啊哦，这个玩通宵啊，那糟蹋自己的身体啊，这叫自暴自弃啊，这个是浅的了。哦，深的、哎、孟子讲的好啊，啊，一言一行符合性德，符合仁义礼智啊，啊，这不容易啊。哦，就像陈德啊，念初中念高中那也有六年的时间呢、啊、那同学之间谈话谈什么？哎呀，那很多习染。哦，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珍惜现在啊？希望他的小孩啊学习传统文化，以后弘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家庭父母啊，而且这个孩子还愿意，哇，你看这缘分多难得，那比我们书生太多了。哦，要把它护好吧，可以托六尺之孤啊，啊，《论语》这句话啊，这样的家庭有可能这个孩子就是传法之人啊。哦，要把它护持好了。哦，那自己呀、啊，啊，要把学佛以前啊，在成长过程、社会当中习染去掉。都是个很大的工程。所以我们去护持一条龙，为什么？我们尝过的那种染了之后再来去除的不容易啊。啊，那我们自己走过的这个辛苦了，我们不愿意跟我们有缘的孩子还继续走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弯路了。好，哦，那这个春学旧语讲得很精辟啊，啊，以知自修啊，这些经典来修养自己，啊，己以教，己以之教人，前提是自己要先教自己，然后再教人，方为自重啊。
那这一些开解啊，帮助我们把一些可能偏颇的认知把它导正回来。啊，刚刚还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在师生关系当中，包含父子关系当中，也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孩子不信任我们了，我们不应该发火。他在这个过程有很多挣扎，怎么我们这个天性都没感觉到？我们都着相了，着在哪？你怎么可以不信任我？着在这个不信任的言语表情，然后自己的嗔恨心就起来了。所以黄念老讲六人呢，有一个凡人，哎，明明这个孩子出生完全信任我，依恋我，怎么现在才经过个八年十年，他不信任我了？我不止不能生气了，我要反思了。那师生关系亦如是啊。可能我们大人会讲，我都跟他讲好多遍了，其实这句话我们要冷静了。讲很多遍我们做到没有？讲很多遍我们成人没有做到啊，适得其反，不如不讲，先做到啊。我们不说别的吧，啊，孩子在那里玩手机呢，啊，我们说，赶快给我放下来，啊，不然以后就不给你了。哇，你看，我们都在讲他了，那我们自己看手机的状况怎么样？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他这一个心念的不对，这个习惯的错误，我有没有完全断掉？我完全断掉了，应该他会得到很好的影响。他现在还有可能，我还没有断干净啊！你可不能说我没太严重啊，那还有可能犯了五十步笑百步了，而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了。我们有三十分到孩子就变六十分了，那根源还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圣贤言语啊，句句要拉上身来啊，方为自重啊。孔子这一句，色有是乎君子，思诸真骨，反求诸其身。我们什么时候啊，把这一句用上，真的把这一句用上了，就不容易发脾气了，容易冷静下来了。其实小孩对于父母的转变，老师的转变都是特别敏锐的。父母突然从指责变成反省自己，都会震撼孩子的心灵。但是能这么做啊，大人要下很大的决心，这个面子要撕掉。
这种真诚的行为才出得来。面子撕不掉啊，人要真诚总是隔一层。好，好，那我们也看到啊，老人家一直在谈啊，现在有哪些偏私啊？对于同盟养正教育，而且啊，对于同盟养正老师的要求啊比较高啊，因为这个也没有强迫啊，谁要来做这个工作啊？那我们既然来了，我们就要自我要求啊，师在师在，童子之命也。攸关小孩的法身为命。那当然，不要说到这里，大家不敢做了。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那个李炳南老师讲过的那个堕十九层地狱的故事嘛，我最近呢听到老法师在90年讲《无量寿经》的时候啊，还加了一段，讲经的人呢，讲不好了，讲错了，堕20层地狱啊，吞了一下口水。这个罪过更大了啊！但不能因为这样不干呢、不干要干啥？我们今天不干了要干啥？我不当老师了，我去做其他的行业吧。那你眼睁睁的看到最重要的事没人干，见义不为，无有也。无勇的人能不能往生呢？是你们摇头的，不是我说的啊。所以修学的道路上啊，其中有一关，我给大家卸了好多题了其中有一关就是退缩。那个极乐世界无量光啊，一片光明，坦荡荡的。一有退缩了，一个角落就黑黑的了。人一什么退缩了，你的这个心就不亮堂了，不相应了。所以这一关一定要过。孟子说的，自反而速。虽千万人吾往矣自己反思这我该做的，再难我都做。自反而不恕，虽何宽博吾不罪焉呢？自己想想对不起良心了，看到人家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不好意思了。所以这一关一定要过啊！勿畏难而退却啊！所以《弟子规》说啊，勿畏难，勿轻略，我们都要知难而上。而且说实在的，境缘无好丑。没有好丑，没有难易了。好丑难易起于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啊？哎，你一直想这个事很难，然后一直拖拖拖，后来实在没法拖了，去做，哎，半个多小时就做完了，也没很难，自己想的。啊，这些其实都可以从生活当中去感受啊。哎，因为啊，这个我有一阵子因为以忙为借口啊，一堆东西堆在那里没整理，后来狠了一个心啊，整理一下吧，哎，很快就整理完了。堆在那里，风水也不好。所以啊，不要啊，自己啊产生的这些障碍。大学告诉我们啊，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重，亦不远矣。哎，这个比喻很有味道。哎，一个母亲啊，生了第一胎，啊，她又没有经验怎么养小孩啊，但是她很沉啊，一心一意为了这个孩子啊，所以不能说做到照顾到最完美了，那不会差太远。因为真心起作用了，他会去找人请教啊，他会不断去改善呢，琢磨啊，就会越做越好了。所以修学啊，要突破自己的性格。就退缩也是一种性格，要突破它。大家有没有在哪一部大乘经里面看说某一尊菩萨很有性格？好，我们要行菩萨道嘛，我们要行大学之道。大家在上书当中，在一些史料当中，有没有看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有什么性格啊？没有啦哦，所以我们也要把性格磨掉。有性格就零零角角啊，不小心啊，自己都没注意到就把人家割伤了啊，要把它磨掉。有性格的人呢，发了愿容不容易保持？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哎，一有性格了，那个人我不想再见他了。那你这个愿还相应吗？这事我不敢做了，那这个愿还在吗？华严经说啊，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啊。妄思善恶，况未发乎啊。所以菩提心是修学的主帅啊，不能让它失掉。所以所有的性格都要调伏掉，不能再耍性格。那真心的把性格放下把见人过放下包含觉得哎呀我这个孩子大了好多坏习惯哎呀不容易改了
哎，不能只盯着他的坏习惯。他这个坏习惯呢，一定有我的助缘在，或多或少。因为我们着了相了，也常常，哎呀，我这个儿子，哎呀，我这个女儿，哎呀，那个怎么还改不过来啊？其实这些都是浪费时间，但是很难，人就容易操心，但不从根本下功夫。啊，根本，那它是我的依报啊。哎，比方说，哎，我这个孩子修行了，露水道心了，那我自己的道心坚不坚固啊？哎，我这个孩子修行了，很好面子，我的面子打掉没有啊？太上感应篇说：“正己化人。”这个话是自然而然，那不是要求来的。哎，对孩子，对自己的孩子是这样，对学生也是这样。啊，我自己都感觉不能改正这个学生的缺点，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彻底改掉，才不能正己化人。这个经典讲的真的很透彻，这不能打折的。哎，能这样来反思，我们就不会着在见他的过，还替他乱操心，完全是很积极的在扭转，从我这个正报啊开始转起。好啊，所以诸位啊，老师们，你们跟我的命运相同啊。什么命运呢？只能往前走。哦，所以有一句成语叫破釜沉舟。其实这句成语的意境对我们修道人还是特别关键啊，不要往后走了，一心呢，突破自己的习气，勇往直前。一往后是干什么？往后搞轮回了。好，好，那我们看下一段呢，老法师讲到，对同盟养正教师的要求。所以发这一篇春学旧语啊，里面也提到很多啊对教师的一个要求啊，甚至于是对于当时候，我们要记得清朝，清朝那时候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比起来，比我们好还是不好？比我们好哦。那时候的人心比我们好哦。可是那时候就有不少问题哦。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提到哦，私塾啊变成陷人坑哦。你看祖师用的话语很重哦，哇，那私塾是要培养民族栋梁呢，
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其实这一本里面都有提到啊。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老师啊，您有抽时间啊，深入这个春学旧矣啊，然后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学习这个春学旧矣的收获啊。我有一节课是推荐了凡四训啊，当了一回 top sales 啊，看有没有哪一位老师啊，您学了之后觉得挺受用的啊，愿意分享一些啊给我们一起参与课程的仁者，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等待是必要的，而且还要很耐得住性子啊，才能有机缘成熟的情况啊。我们请这个刘新荣老师啊。刘老师有请，您的麦克风还没打开。阿弥陀佛，法师您好。你好。那心容其实并没有惭愧，并没有深入，但心容只有看第一章和第二章而已。那心容有看到那个功过格，我记得弟子第一次看到那个功过格时，有点身体有点发冷战，因为发现哇，其实这就是我有的时候会稍微用功过格评估一下，就发现。好多过，因为很多可能会忘记谁是引导啊，或者是没有说，就是说可能有些观念会引错误，反省就会发现，就会发现好像没有那么的真的那么的去让小孩做得这么好。对对对，这是我自己去，就是一个礼拜可能有几天看那个功过格评估自己的时候的感受。对，然后可能我有稍微看一下目录而已，然后就只看前面2章，后面惭愧，后面就没继续看了。阿弥陀佛。好，谢谢，刘老师哈，承德刚刚没有说呢，要全部看完才能分享哈，而且也可以感觉啊，刘老师他还是很自律哈，看到这个功过格也是严格在对照自己啊，这个很难得啊，那我们呢？要对自己严格啊，但是呢，也不要否定自己啊，也要信任自己啊，都是要有中庸之道啊。因为承德觉得啊，我们修学啊，有一些人的性格啊，常常会否定自己，说常常给自己打闷棍。啪，什么事就我很差，我很差。反省会让自己更提升，那才是对的反省啊！一反省，哇，没有 energy 了没能量了，那个叫否定自己，那不对啊！性为道源，功德母啊，要相信自己的。所以还是不能过，不能不及啊！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断在积累我们教学的能力、经验、智慧啊！你不可能说一开始教了，哇，这所有的都做得很圆满，不可能。那但是能时时以这几个重要的标题。你看，以讲因果要随事可以引导以自重我们想到这个标题，
君子事务啊，我自己有没有在下功夫的啊？非礼勿视，要求学生不要一看电脑了就流连忘返了，那自己呢？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自己有没有在心源隐微处啊，在止恶，在调伏啊这些恶念？好，那谢谢刘老师啊。还有没有哪一位忍者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说你看了这本书有没有什么要探讨的问题？或者您刚好来不及提问，现在也可以提出来。朱老师有请。我是旁听生，不是台湾的。没关系啊。那我打，那可以说，可以发言吗？可以可以，请说请说。旁听生是不是也可以发言？可以。因为我今天刚学。好好。因为我今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半的时候刚学春学旧语，是那个赵老师他教的。好，很好。就是赵小龙老师他教的。好，我知道。好。然后我们今天刚学的春学旧语，就是太微仙君对为师者的那几条，就是像是借条一样。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上到的讲的是有什么功，一共是十四条。然后赵老师说让我把它背下来。好，你很听话，随喜。赵老师说只有把它背下来了，你才能当一个好老师。你才不至于当老师如会犯错，你知道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一定要背下来。对。然后我觉得这里面说的都是特别很经典，没有什么太多废话，就是就讲的特别到位，所以我感觉我想我要好好学春学旧语，我就会把小孩教好，我自己也不会犯错误，我就想到这里了，因为我今天刚学的。好好，谢谢你哈。对，我们就不会造业，不会犯错啊。我们在当老师当中积功累德，念佛是正修啊，当老师积功累德是助修啊，正助双修。对对对，对。因为我今天刚学嘛，完事之后，然后到晚上听课了呢，又听到蔡老师不对，那个法师又讲春节旧语，我就觉得好巧啊，我就想讲话了。好，谢谢你啊，你的东北话很道地啊。好。对啊，我是东北的。好，谢谢。好。法师再见。再见。我们读经的时候都有受持读诵。所以这个经典为什么要常读熟悉之后我们遇到境界能提起来才能受持。所以刚刚这一位朱老师提到把这个十四条背起来。我们在教学当中呢随时对照不会偏离。
好好，那这个那我们邀请这位赵老师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啊。哎，他也在啊跟一些有缘的老师们啊一起深入这个春学旧语啊，我们请他来做一点法供养啊。哦，不知道赵老师有没有在线上？哦，好，哦，他今天没有在啊，啊，逃过一劫啊，不是，啊，这个我用错成语了啊，啊，这是没有积功累德的机会，错过了一次啊。哦，我说错话，你们也要分辨出来啊，哎，这个。好，那还有没有老师要分享？哦，比方说啊，我有一些观念，就读了之后把我矫正过来了，这个是特别难得的啊。这个不分享啊，有过失的。要法供养得聪明智慧啊。我们有请郑老师。尊敬的承德法师，尊敬的在座诸位长辈，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经常确实是看了春学旧语啊，不管在任何的场合，都会跟老师啊，还有亲朋好友介绍，尤其在台北，这个几位朋友一起共学蔡老师的一条龙这些视频啊，我们都一直提醒大家要一起共学这个春学旧语。你看到之后啊会很触动，尤其是老和尚提醒我们80岁以前的人没有读过诗书，所以我们对传统的教学方法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尤其现在我们又要从事整个传统化的教学，然后我们又不知道怎么教，所以那时候看到春学旧语的这篇文章就非常的触动。里面啊大部分都是在讲怎么把老师的角色扮演好，那到最后面啊就有人就会质疑，不是师言而后道尊吗？道尊而后明知进学，那怎么这个老学究一直在说老师哪里不好？这个老学究就蛮有意思，他说如果一个老师好不用自己说自己好，老师如果把自己角色扮演好，自然可以赢得啊这个家长老师的认同。所以我跟人家介绍，我发现里面有一个故事啊，他讲得非常好，就是有一个读书人，他是好像是那个宋朝的一个读书人，那个叫好像是宋朝的邓稚，这个读书人他只是一个小这个春学，就是那个老学究，就是对私塾老师，对对。然后他因为很认真啊，所以后来他的大儿子啊就考中进士，就做了翰林，他就站在皇帝的旁边。那后来好像宋神宗殿试，我们知道考中进士之后最后一关就是在大殿里面啊点这个进士的名帝，哎，那个名次状元榜眼探花以此类推。结果这个点就点到他的弟弟，好像是邓基，他的哥这个大儿子叫邓婉，那邓氏的邓婉就从这个上面啊就走下来，
跟大家鞠躬，这个是我弟弟，跟那个大家那个问好。后来再点点点，又点到邓氏的两个孙子，所以一榜里面出了三个进士，那加上他的哥哥是前面一榜的，那就出了四个进士。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啊，就那时候皇帝就笑，皇帝笑了之后啊，旁边一个大臣就也很开心的跟皇帝介绍，这个是邓氏真诚的教育儿女啊，教育这些小孩，教私塾啊，他得的殊胜的果报。所以我就常常用这个故事哦，跟大家共勉。这个老和尚现在劝大家从事小学教育，就是做小学老师，也就是说要做私塾的老师。其实积阴德啊，莫此为甚。那春学旧里面提到，有些春学旧他在上课的时候就还请假，翘班去哪里？去外面讲善言善语，去外面积功美德。其实他提醒我们，其实你不用不假外求，你只要把小学的这个私塾的工作做好，那个是天底下最大的功德啊。那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其实是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因为佛门里面有一些开源，就是老和尚在70岁以上血气衰了，所以就可以喝酒，所以有一个出家人就酿一个美酒，然后这个美酒就被那个一只狐狸呀、有一只狐狸就把它喝了，然后很有趣，这个狐狸就在旁边就睡着了。那这个出家人就跑过来，怎么我的酒被喝了？他就把这个狐狸绑起来。那狐狸睡着了，然后醒来，是谁把我绑起来呢？是谁把我绑起来？那他醒过来之后，那个老和尚就看到他，就拿棍子要打他，要教训他怎么把我的酒给喝了。然后他就说，你怎么敢把我绑起来？我只在这里啊，我只最敬畏啊、这个敬畏是道德之位，那个敬畏，我最敬畏就是某某寺院的方丈和尚，我就最敬畏他。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某某村的那个老学究。那讲完这个话，他一转身就不见了啊、原来是已经修成狐仙了啊、他有点神通了。那这个出家人他印象很深刻，这个和尚确实是一个大和尚啊、他是这个当代的那个得道的高僧。然后他说的这个村学旧没听过啊，所以他就循着他所说的这个村啊去找到，他就看他就是一个教书的一个学旧，就是同盟私塾老师啊，然后就也没有特别是一个茅草小屋，就是一个同盟的老师而已。那就他就觉得很压抑，他就问了、而且这个看起来轻轻瘦瘦的，他问这个学究，你是如何让这个狐狸对你这么敬重？那他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我只是呢，就是说在教书啊，我比较认真，而且未曾旷一日之功，重点在这个未曾旷一日之功。其实经常每天晚上大概都会翻一下春学旧，因为它那个篇幅很多，你不可能看一次就全部记起来。所以刚刚看到赵老师让他的学生背这个，其实是蛮好的。我是没有背，但是每天晚上翻几篇呢，都是很有触动。它里面很强调春学，就是我们教私塾老师要能够耐烦。如果不能耐烦的话，最好不要从事私塾老师，那个罪业很重。因为它里面也强调，如果私塾老师没做好，那个果报是很惨的。它里面提到说，很多的私塾老师到了晚年啊，都是穷途潦倒。为什么呢？甚至本来是读书人都断了书香，就不能再，就是那个书香的门第就断在他那一代。为什么？
因为误人子弟之过太可怕了。那他这个老学究他就说，我未尝旷一日之功。那个出家人听到这边啊，整个肃然起敬，刚开始还有点轻视，讲到这里他觉得整个对这个老学究就提起那一份恭敬心。所以经常是刚刚我也感受到法师对孙学究有很重视，因为在前几次上课，法师要推荐一个著作或者是好的这个视频的时候，都是点一个两个，然后讲到孙学究没有人举手，法师还不断的等待甚至点名，可见这个跟经常想的是想到一个地方去。我们从事教学工作，尤其是现在一条龙啊，我们每个老师应该要把孙学究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是把它放床头，每天睡觉前啊复习个一两天，因为总共有20天，后面还有立命之学跟那个于静一功预兆神迹，这些对于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就是很大的提醒。人啊都是需要被提醒的。我记得我们在读书会有一个老师，有一个朋友，他就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知道学佛很好，但是呢常常会懈怠，那如何才能够不懈怠呢？那我们有一个朋友啊，我们有个指针学长，他就回答，我觉得回答很好，他说啊，我们要依众好众，我们借由每一次大家一起聚会一起学习啊，就不容易懈怠。那今天呢，金刚也是觉得，如果我们要能够把这个教学工作做好，我们也要依众靠众。除了这个一条龙的课程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秘籍就是《春学旧语》这本书，一定要不断的玩味啊。那里面太重要了，里面对于我们从事这个工作，老师要方方面面的叮咛很详细，还有为人父母也不能不读，因为为人父母是从事教工，你是第一个老师，很可能你对孩子的影响会远比任何一个老师来得重要。所以我常常在台北跟这些朋友们一起研讨这个课程的时候啊，我们就蛮强调家长班的这个进展，因为如果家长没有跟我们一起深入，很可能我们开班之后啊，家长没办法跟我们同心，那到最后我们在学校所有的付出啊都会付出东流，就做白工。所以很重要就是师生一起提升，师生一起深入春学旧，那将来我们开班，我们的孩子就有福报了。经常学的不好，这个但是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郑重的推荐，这本书一定要看，而且每天都要好好的来温习才不会忘记。那在此也祝福法师啊能够法体安康，谢谢，继续带领大家一起深入。阿弥陀佛啊，谢谢郑老师啊，可以感觉到啊他对于教育啊是很有使命感啊，也很有感情哦。那他提到的这个故事啊，包含后面还强调啊，不只是老师要学，家长也要学啊。家长是孩子第一任的老师啊，而且老法师已经点出来，家庭教育是根本啊，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宗教教育是圆满，所以父母的影响是最根本的啊！所以当父母的可不能产生一个认知啊，教育啊，我交给老师就好了，要亲师配合才行，甚至于要从根上把孩子一些习气去掉，都是要父母
看到自己深处的习气，自己忏悔改过，能感通孩子的真心。那教育确实是合力啊，我们今天要把孩子教好，确实是家长老师的配合是必要的条件的，不然家长不懂，五加二，在学校五天，回去两天可能就退回去了。那刚刚提到的那个故事啊，让我们很触动哦。你看个看不到的鬼神呢，甚至是畜生界的，有德的人呢，他们也佩服啊。那这一位老法师啊，他已经超过70岁了啊，也挺可贵的啦。也是有求道之心呢，听到这个胡仙说很佩服一个教书先生，他还去登门拜访，不过也不要因为酒被喝了生气啊，这个一生气会火烧功德林了啊，那刚刚提到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在我们春学旧语里面的耐烦为主，那在郑老师讲的过程呢，有一个片段啊，就是有私塾老师放着学生没有教，然后到外面到邻里乡间去给人家劝善讲一些善言善事，看起来是在做好事哦，但我觉得那是名闻利养的心夹杂了，夹杂了就不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就这个春学旧语师夷自重这个书很有味道，它这个开解一个义理之后后面都附上一个故事师夷自重当中呢，有提到王文康公显然是留名青史的一位读书人，他的父亲就是教私塾的训诲同盟，毕尽心力他尽心尽力做，每与同辈论师道曰他常常跟这些同行都是教书先生在谈为师之道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师位何等尊重这老师的身份很尊贵的，后生以师视我这小朋友到师塾来了，晚辈后生呢以我为师则终身成败荣辱，据我认知他看到一个私塾老师对于一个孩童的影响汉朝大儒说的师哉师哉，童子之命也，影响他的一生的成败荣辱若不尽心竭力尤其那来到私塾
那是三跪九叩啊，拜师的。所以据我认知了，不尽心竭力啊，误人子弟啊，不是对不起这个孩子，对不起人家的父母祖先呢、啊。与庸医杀人等罪啊，那这一段话给我们的体会啊，一个教书的老师，他的态度是这么负责任的，还是一生心衰系在我身上，他怎么可能跑出去没有教孩子到外面去给人家讲善书？不可能的。所以夹杂了名利心了，忘了自己的天职。就像传统文化的老师，假如不尽心尽力教自己的孩子，甚至于没有好好陪伴孩子，常常出去讲课，那这个都有问题。啊，人的道义心在哪里显现呢？首先在最亲的亲生骨肉，跟给我们行过三跪九叩的孩童，这个义在这里显现出来。有这个基础，你对大众才是纯的道义。连这个都没有了，义从何生呢？我们这个时代啊，真的要很真实面对自己，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也是功利主义，也很容易自己不知不觉很爱要名利，尤其这个名闻呢、啊、放不下了。哎呀，听你的课很受用啊，啊，我的命都是你救的，慢慢慢慢陶醉在这种赞叹当中，把自己的本分忘掉了。所以这个名闻利养在菩提道上挑战也是非常大的啊，要能完全放下也不容易啊。那我们看这个王文康公的父亲又说啊，他很欢喜啊，为童子讲孝悌故事。这段话很关键的，他说到了，学者先心术而后文义啊，先敦本而后识人。这个话都是教育，都是抓根本，没有抓到根本会变成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教育。我们民国初年啊，好多读古书的最后否定老祖宗的文化，我们可不能再培养这样的学生。为什么会培养这样的学生？功利。哇，这个学生可以背这个，可以背那个了，他在人面前可以炫耀啊，常常还拉着这个学生表演呢、啊。可是都忽略了这个孩子对人傲慢了，这个孩子对自己的父母都不恭敬了啊，甚至于父母死去了他还会拿来开玩笑。可是他能背四书五经啊，十三经背过了，哎，母亲看得很生气，打他一顿，
有没有接下来说你先不要读书了，好好学孝道？没有啊，照背。所以打是一时不高兴，还是真正能认知到敦本而后思仁，先心术而后文艺，真正这个本末要搞得很清楚啊，不然我们教着教着就会离开本了、啊。能坚持都从本下功夫啊，除非认知的透彻啊。啊、哦，所以如孝悌有亏，虽才华正事，不足重也。其实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否定自己祖宗文化的，哪个不是才华正事啊？不止不足重啊，杀伤力太大了。所以我们得引以为戒。而且哦，我们看这个晚生呢、啊，这个字不能流过去啊，代表什么？可能是命中无子啊。但是认真教书啊，晚年生了啊这个儿子文康公，所以人为为善之报云呢、啊，哎。邻里相谈，哎呀，这个善有善报。哎，这个话也很有味道啊，代表啊，那时候的人都相信因果报应啊，啊，民心啊都很厚。那这个耐烦为主啊，啊，因为。啊，陈德也不可能跟大家交流的太细哦。我们看看这个耐烦为主谈到了蒙者蒙也，蒙是物之至也，至是很稚嫩的啊，啊，就好像这个芽冒出来了，你要好好护着它，不然它折断了。所以物质啊，不可不养也。啊，圣人以蒙正为圣功。啊，所以养之一致啊，最妙。从蒙养正这个养字、啊，这个要掌握的恰到好处啊。啊，就像东方持国天王啊，弹琵琶、啊。啊，太紧了，断了；太松了，弹不出曲来了。所以思过于言，则子弟之灵机不发。这些话我们都要用心去感受啊。你父母老师太严格了，那孩子身心很紧绷啊，他悟性出不来了。思过于宽，则子弟之放纵尤甚啊，太宽了，都没规矩了。所以介乎不宽不严之间呢，而使子弟啊，那宽猛相济，最后学生呢，子弟啊，爱其师啊，不忍离，不忍离开你啊，敬其师。很恭敬老师，不敢谢，他不敢轻慢老师，思维善养。好，那我们看下一段，一开头声呢，古称严父严师啊，啊，为父师之人品端严，可为子弟法则啊。父母老师做榜样就是子弟的法则了。那后人误解严为严厉，遂成人心风俗之害。误解了，老师都觉得是要严苛，
严厉了，那变成风气就麻烦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的不是那个时代啊。啊，在这十多年传统文化啊，好多老师打孩子，当着很多学生啊，把裤子脱下来打他的屁股，这个都太过分了。那孩子都十几岁了，要在人前给他留尊严呢、啊。而且这个还不是少数人，所以这书重要啊！你看，从这一部书，我们就感觉我们中华儿女的心境啊，都希望后人好，他把一生的教学的经验和盘托出来供养后面的人。而且很谦虚啊，他不觉得自己有东西，人家请了好多次啊，最后答应了。所以《大学云》啊，我们看作者啊，刘洪典先生，人家开解义理都是有经典依据的，《大学云》为人父子于此啊，怎么可以变成严苛呢？颜子云：“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啊，我们当老师的，我们的鼻祖是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他老人家为榜样啊。他教学生是循循然，善诱人。那这个耐烦这一篇最后啊，讲到啊，文昌功过格云啊，酷孽人，酷孽一他人子百过啊，啊，误一他人子五十过啊，啊，这个过失啊都不小啊。啊、哦，我们想想，为什么私塾老师的功德那么大？把一个学生教成才了，他的后世子孙的命运都改变了，他不能是一时的影响而已啊，后世子孙都改变了。范仲淹的后代为什么福报那么大？范公把他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办学了。多少学生受益了，多少子孙受益了。好，所以准此以推啊，则人之为蒙师而得过者可知矣啊。好，所以这列的这些功过格啊，啊，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啊，所以大抵训蒙之法，教之诵读宜耐烦，而孩子不循规矩宜惩戒。所以先则云，有父之言，有母之慈。然后可以为人师，啊，子在师言呢。啊，这古人总结呢，我们当私塾老师啊，啊，有父亲的威严、道德之位，还要有母亲的慈祥，这样就能宽猛相济啊，恩威并施啊。好，那。刚刚我们郑老师对这个公案呢、啊，记得很清楚啊。啊，这是宋朝
真实的例子啊，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在这个皇宫啊，这个神宗啊，御极阴殿啊，帝进士啊，在这个极阴殿啊，唱这个进士啊考取的名单呢。而当时候这一个教书先生，他的长子啊，已经是翰林学士了，那正在皇上的旁边了。结果唱到他的弟弟啊，邓基考上了，他赶紧从殿上啊下来，哎，谢皇上是吧？来谢完了又上去了，哎，后来又唱名了，唱到这一位教书先生的两个孙子了，那也是可能是他的孩子，或者是他这个郑婉的孩子，或者是他的侄子啦，要赶快要下来啊，谢皇上。那皇上自己看了都笑了吧？那旁边这个大臣呢，很可贵了，你看随喜功德了，没有嫉妒了。所以这个王宫从旁就在这个大殿上啊，就赞叹了。这个是他的父亲这个邓志啊，进城教人才能够感得他的后代子孙这么殊胜的福报。所以我们这一生教书啊，是阿福气的啊，这很大的福报啊。而且孔子就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他的福报，那历代帝王都完全没办法跟他较量啊。夫子就是一生啊教育英才啊，他的福报啊，2500多年之后的子孙呢，都受到他庇应啊，这种案例太多了。我们华裔孔氏后代啊，去到美国啊，去到哪里啊，当地政府说，哇，这个是孔子的后代哦，马上列为上宾接待。那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很有关系啊，因为孔子那个时候是礼崩乐坏啊，我们现在比孔子那时候还严重，有危急存亡之秋，可能文化会断，比孔子那时候还严重。这个时候我们尽了全力啊，两文钱是所有的财产的啊，那个是两文钱是表，全心全意的。我尽了全力，一心为文化承传啊，一心为培养民族传承的人才，那这个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相信也能庇应到你们自己的后代子孙。好啊，这个啊，不好意思啊，因为可能我们赵老师挺忙的啊，他有任务啊，结果可能被我点名了让他可能又急急忙忙上线来了抱歉抱歉啊，有请啊。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啊，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非常抱歉啊，那个
没有做到事不呼应勿返，也让大家等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小龙就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自己学习春学九语的一点粗浅的体会。那作者刘恒典先生呢他是清朝一位大儒他自己本身教书有30多年。那他的老师啊这个刘元先生被称为川西夫子当时在四川呢也是教化了几十年所以他是他老师门下呢四名学生其中之一学得很好的。那先生在这个做春学九语是因为他的学生有跟他祈请因为在教学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些问题一再的来请先生呢就是给他们一些教诲。那先生再三推脱不过所以就编了这个春学九语。那这个序文呢有4个部分小龙是体会到这个序文它总摄我们这个春学九语全部的内容。那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4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呢就是讲到师道立则善人多那这个也是我们礼记学记讲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而且这个师道的能够立得起来后面讲到呢孔孟而后带有名儒就是孔孟之后呢因为孔子孟子的教化我们中国25史翻开每一个朝代的历史都有非常多的大儒包括儒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凸显出来孔孟在我们中国教育史上或者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整个国家的一个很巨大的贡献。所以这个师道立是因善人多是果就像老和尚60多年这个讲经教化我们整个全球的这个净宗学人，那也是对于改善这个社会风气甚至是改善地区的一些命运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好，那先生他非常的谦虚他说这个带有名儒这些事情呢不是我一个小学老师可以评论的事儿但是呢我们的本分呢就是要把同盟能够教得好。所以故训盟之事人皆以为寻常。那这个书的版本呢最早的是同治年间在那个时代呢就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觉得这个盟馆的老师很普通没有觉得太特别但是先生指出呢在盟卦当中夫子有讲到以盟养正为圣功所以这个非常功德大的一件事刚才法师也讲到了。那这个跟盟师的关系盟师之所系岂前贤哉这个前就是前先就是少的意思。难道关系很少吗？可是呢士之送子弟者皆为利禄起见就是在清朝那个时代可能家长送孩子去读书就是为了这个利禄了。士之为盟师者只以读诵为功那当然教书呢就是让他多背了多读了那为了得到功名所以夫利禄岂可轻读诵岂可少那就是重点用在这个背诵上。而不从根本培植那没有抓住德行的根本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就是才华淹雅就是这个孩子的根性很好他学习能力很强方方面面都很好。可是没有抓到根本
啊，所以师父讲到我们要扎这个三个根啊，伦理道的因果的根基都要够。那如果没有扎根了，背了很多，读了很多，信入仕途，害人愈多，造罪愈大啊！就是他考中功名了啊，但是他的目的呀、是为了利禄啊，没有这个德性的根基，所以当官不为民做主啊。我们大陆是这样讲啊，不如回家卖红薯啊。那在这个官位上面，如果没有去爱护老百姓，那这个因果是很重的，而且这个为政上面没有仁爱心，没有德行，那老百姓会很苦难，所以害人越多啊。所以历史上这些一些奸臣啊，包括这个贪官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啊，所以造罪愈大。至于学而不成，如果是没有考中功名的，浅则终成蠢物啊，就浅一点他就没有办法成才了，甚至呢流为匪人啊，就作奸犯科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啊，对于这个德行跟这个技能方面啊，还是要先重德行啊，先有这个做人的基础，然后再有文艺。好、啊、好，这是第一段啊。啊，讲到这个失道立则善人多。第二段呢，讲到世风日降啊，就是现在社会风气啊在下降，未必不由蒙师之养正无数。那这个可能跟我们这个蒙师养正无数啊有一定的关系了啊，所以才会这样。啊，接着先生讲到这个清朝呢特别的重视这个儒家的教育啊，重视读书人啊，所以龙学校以育天下之英才啊，这个有国学啊，又于民间遍设乡学啊，还有这个乡学以教贫贱家之子弟啊，法良义美啊，前古所未有，那这个是从来没有的一个事情啊，也是赞叹当时的政府呢啊非常重视教育。好，那后面就是讲到呢，当时呢这个开蒙馆啊特别的兴盛，所以很多人呢觉得自己认识字了，那就开始办学了啊，结果这个老师这个名称呢啊，而师之名于是滥矣啊，那这个素质啊就在下降啊，师之品于是摇矣，那这个老师的品德啊也下降了啊，也有一些情况出现了。好、啊、这是对于一个老师的一个啊标准啊，就是当时的情况。那再来呢，第三段就是讲到蒙馆，夫人论贤于贵贱，未有不忘子弟之诚啊，就是所有的父母啊，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有所成就啊，我们啊自家啊这个家族里的子弟啊等等，而忧子弟之败者也啊，都担心呢他们不能够成人啊，这个德行智慧学问不能够成就。那岂知子弟成败之根苗即伏于蒙馆，虽然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并不知道这个成败的关键在哪儿，那在于蒙馆啊，这个同盟教育第一所学校啊，蒙师得其人，如果这个老师啊选的是有德行有学问有智慧的老师，则子弟啊有上达之机啊，那他可以真正的效法圣贤啊，这一生呢把这个啊他的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啊啊都能够发挥出来啊，就像刚才法师也讲到范公啊，包括我们近代的曾国藩先生啊，他也是这个曾子的后代啊，也是清朝的中兴之臣
啊，所以汉人在这个清朝官是做的最大的。所以上达呢，他可以啊造福一方，造福国家。那蒙师非其人啊，则子弟受终身之害。如果选错了蒙师，这个孩子一生呢，子弟啊就受害了。而是故以蒙师为无足轻重也啊。但是呢，当时的一个社会情况也是会觉得啊，这个用现在的话讲，幼教老师嘛啊，没关系啊，小孩子也不是太懂啊，哄一哄玩一玩就好啊。但是先生在这里呢，他因为自己教书30多年啊，他能够看到其中的重点，所以不亦谬乎啊，这是一个很偏颇很错误的间谍。那如果大家所有的这个观念都偏掉了，那这个人才啊就很难出得来啊。所以刚刚这个邓稚先生啊那个故事啊，他就是尽心尽力的在这个蒙学的教育上啊一直来护念学生啊，所以这个功德也是真的不可思议。好，那最后一段啊，讲到这个杨子弃其路啊。啊，这个典故我说起来比较长，小童就简单说一下啊。啊，就是因为这个修学路上呢，师父讲的一个老师一条路啊，啊，两个老师两条路，三个老师三岔路啊，四个老师呢十字街头。有一天这个杨子呢，他出门啊，走的是一个大的官道，那是通向四面八方。所以他走到这个路口啊，他就觉得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了啊，所以就在那里哭起来啊。为什么呢？确实在这个修学路上啊，如果这个一不小心走岔路了，可能这个时间精力甚至一生的修学就不能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啊。所以曾经呢，他的邻居啊丢了一只羊，然后呢大家都去找这个羊，而且还觉得人不够啊，又来跟这个杨子呢请求帮忙啊。后来他的两个书童也跟着去找，结果找了很久还是没找到。当时杨子就说，这么多人去找一只羊还没找到，为什么啊？这个邻居就说呢，出去以后啊，一个岔路下去又有很多岔路，再下去还有很多岔路啊，所以这只羊没有办法找回来啊。所以杨子当时听到这个事情呢，顿时啊这个表情变了，就没讲话了啊，这一天呀、啊、也都没有笑容啊。所以这个是面对歧路啊，为其可以南啊可以北也啊，就是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这个墨子弃素丝啊，就是墨悲丝染哈、啊。看到这个洁白的丝呢，啊，染过五次以后，啊，这个颜色就不一样了，啊，染一次啊，一次的变化。所以染苍呢，苍是黑色啊，它就变黑了，啊，染黄呢就变黄色，啊，这个也代表同盟呢，他们都是很纯洁的。啊，这个心灵很纯洁啊，所以如果受这个污染是非常容易啊。所以养正仪规讲到呢，全其外要汉其外幼啊，全其真纯啊。所以我们这个同盟老师或者我们做一条龙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护念到孩子们纯净纯善的心啊。甚至在家庭当中，我们不能在孩子面前啊，有这些不妥的言行啊，能够给他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墨子弃素丝啊，为可以苍可以黄；君子弃蒙管，为可以成子弟可以害子弟。啊，那当时代啊，他也很感慨啊，真正的一个君子啊，看到现在的这个蒙学教育学校的情况，要哭泣了。啊，这里面可以成就学生，也可以害他们。于训蒙数十年啊，
啊，我迅猛几十年啊，于此中之甘苦啊，备尝啊，这个情委周知啊，其中各种情况，因为在那个时代都有帮这个学生改作文啊，去骗他的父兄，然后为了得到自己啊的速修啊，或者是自己的名文啊，甚至有的都会引诱孩子去赌博啊，很多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轻业自私呢，诚之功不掩过啊。到了这个安静的夜晚，静静的反思一下啊，应该是这个教书上先生也是很认真啊，但是他都讲到功不掩过啊。好，所以今门人又多训蒙者啊，那现在他的学生啊很多都是做这个训蒙的工作啊，所以就是请先生啊，以为老马之徒啊，请先生就编了这部书。先生最后讲到呢，这个言曰春学旧语，言就是这个小册子的名字啊，放在这个前边。不过鄙汝之管见啊，这个是我一管之见啊，啊，先生非常的谦虚，亦一家之私言也啊，那也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啊，若大雅君子啊，安其此乎？啊，就是真正的大雅君子，可能也啊不一定能利益到他啊。这都是先生的这个谦退之词啊。所以，以上呢就是对这个序言的部分啊，那跟法师还有各位老师们啊做一个粗浅的报告啊，有不妥的地方啊，请法师还有大家批评指正。阿弥陀佛。谢谢周老师赵老师啊。我们也从他的分享啊感受到刘宏典先生的心境修养啊。他的使命感君子气蒙管。为其可以成子弟啊，可以害子弟也。所以这些读书人都是事不可以不弘毅啊，任重而道远。而他们尽心尽力了但是都是表达自己功不掩过啊。这种心境啊，真的都是我们的学处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好，那我们珍惜啊这一位刘宏典先生这么宝贵的经验啊，大家可以抽时间呢再多去深入啊，甚至于可以善有为一啊，一众靠众来一起切磋这一部书啊。抱歉啊，今天承德这个时间没有掌握好啊，这个让我们赵老师不能好好再放松发挥一下啊。好，那假如遇到这个时间有超过的诸位老师诸位大德同修，你们有赶时间的就下线没有关系这个是我时间没掌握好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